历尽千辛万苦，跋山涉水，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群库石台村。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漂亮。哎，这路边上怎么还有土啊？是不是没有走到村子的里边啊？再走走看看啊，还能看见一些裸露的土地，没有完全被草皮覆盖啊。可能它这个村门延伸的比较太靠前了，到这儿就很漂亮了。注意经过下的坡路段。这是一片柏树林，哇，这个车太宽了。空调关掉，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温度怎么样？这还是有点热呀，起码也有个27、28度以上吧。走吧。还是吹空调吧。哎，这下面这个小溪很好啊。山泉水啊。这水可以。冰山融水啊。哎，我真怀疑里边没有停车的地方啊，这车都停路边吗？虽然前方拥堵，有可能但在最优路线上。暑假期间来新疆旅游啊，人真是太多了。我下次要是再来新疆的话，肯定不是7、8月份过来，到哪都是个堵啊。停车场已经塞得满满的了，你看里边那儿有几台房车，那是怎么进去的？我们今天晚上人就少了，咱们就没地方。晚上人才多啊！啊，晚上都是不走的，早晨人少，该走的走了，该来的还没来。就是。这没地方停车咋办呀？这都堵成这样了。哎，这个车，他怎么反方向在走啊？这女司机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，不是她应该走这边的吗？她怎么走到这边来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她怎么想的。堵死了，过不去了。这女司机把车就停这儿也不让，这点空隙咱们钻不过去啊。主要这个车停的不合适啊，这个车这样反着停，屁股还给撅出来了。捂一下，保鲜。这车就停的不合适啊！你不屁股撅在外边，宽度就不够了呀。这地方都被挤爆了，今天。工作人员维持了一下秩序，这还是进不去啊。那边有没有石头？有石头。咱们不要下去了，下去也没用。他们说是里边还有停车场，进去看看。这个停车场反正是满满的。这儿不错呀，有人在这儿搭天幕露营。哇，这儿也有很多人。这个桥好窄啊，只能通过一辆车。这后边的地方还大着呢。现在我们在路边终于是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看着也不好啊，满地都是垃圾。但是大家都住在这儿，好像没有更好的露营地了。休息一下，下午晚一点。他们说拍照很好看。晚一点拍照好看。有夕阳，拍夕阳。这地方有点草地，但是不平。哦，难怪这里还有牛粪的。啊，脚底下有牛粪。没办法，先停到这儿吧。难道我走了一个假景区吗？别人拍的视频怎么这个地方好的不得了啊，美的不得了啊。
哎呀，做一个档，火熄掉，把那个，把这个大的遮阳挡弄起来，西瓜拿出来吃嘛。先吃点西瓜。哎呀，然后去河边玩。这个水桶现在感觉好胖啊，放点气。好像不高，这地方开窗好像是没啥作用，是不是？嗯，有点热啊，开空调吧。嗯，就是，还有牛粪味儿。哎呀，快快快，吃西瓜，丁正西瓜，先吃上。今年这个夏天是我度过的最热的一个夏天，往年夏天都是在家里过，然后去年夏天我去了甘南草原，甘南草原也很凉快啊，再加上这段时间一直吃羊肉啊，吃的我嘴里边应该是已经起了一个溃疡，特别疼，嗓子特别疼。莲花清瘟胶囊，你准备一下吃吗？那不一下吃，预防新冠。六颗要一起吃啊？嗯，我要一颗一颗的吃。在房车里吹了块空调，吃了点西瓜，现在凉下来了。我们准备出去看看美景，寻找美景。能不能看到还两说呢，走吧。锁门。这天吗？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，附近的民宿都是1000以上的，订了房以后有村民，他们会下山来骑着马或者是开车过来接，像就像那种小木屋民宿。露营在这个地方不错啊，咱们没有帐篷，有帐篷的话咱们今天晚上过来住在这儿，到时候带个帐篷。他这好像是把石头一切两半，一切两半以后不是有一块平的吗？啊，那个平的朝上这样铺地，应该是这样。你知道他为啥要在河边干吗？他是水床呀，他需要用水啊。这你也知道？咱们做眼镜是不是用水？对啊，就是一样的道理嘛。本来想考考你的，没想到难不住啊。咱们看看人家的帐篷，看看这帐篷怎么样，咱们也买一个。我去年冬天买了一个这种的大的，但是它尺寸没有给我算够，标的是4.2米，拿回来是3.6米，我就退掉了。200多块钱应该是带这个防潮垫的是吧？对，应该送的。气垫自己得买，里面套餐带的。搬家了，扛着帐篷就走了。自己去把它举过去，这可轻了，直接转一圈，好像不用搭，一走就转一圈。回家做饭了，7:30。下午吃啥？下午吃午饭。又吃炒酸菜。豇豆。水热不热？热的，温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上。
我们从平凉，晚上我们准备吃三个菜，一个凉拌茄子，一个炒豇豆，还有一个蒸毛豆。水煮毛豆。水煮毛豆。哦，毛豆是煮的。对啊。两边还要剪掉？两边也剪入味儿。啊，好，你弄这个，我给他们切菜。放点盐，放点十三香。这得多放盐吧？多放。嗯，够了。味精要不要？不要不要。放点酱油。好了好了。香油要不要？香油是煮好了之后。胡椒要不要？不要不要不要。芥末要不要？就这些。加水。好像第一次做这个。啊。你做过没有？我没做过。好了吧？好。我要换鞋了，你给我往下拿。好。这下边太脏了。菜做好，在车上吃。外边有小虫子，哎，把这个捞一下，捞在这个盆里吧。这会儿味道泡进去了。哎呀，我们是进来的呀。尝一下我拌的菜怎么样。美味。这茄子最好吃。这两天我已经把买的饭已经吃腻了。喝不喝？好的。好了吗？